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现在北京下雪了啊，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，这雪是越下越大了。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下，半夜起来也没有看，这个雪呀应该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。因为我早晨7点多钟睡醒之后呀，就发现地上已经白茫茫一大片了，但是早晨那会儿没现在下的大。这雪是越下越大了，这个北京啊，年前下了一场雪，现在是正月15之前又下了一场雪，真的是瑞雪兆丰年啊！看我儿子玩雪又高了兴了，儿子，好玩吗？哎呀，别打雪仗啊，快走了！看这雪下的越下越大。早上起来没有这么大，现在呀，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大雪的级别，而且这场雪呀，我看天气预报要持续到14号的上午啊。我儿子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还有大暴雪，看看能不能下这大暴雪啊。雪还是挺厚的啊，你看看下了有多深的雪呀，用手量一下。一个一手手指，指还要多呀，感觉有3寸了，快有，差不多，是吧？走了，这雪，这雪有5公分。咱们看啊，这车呀，都穿上了白车衣，银装素裹的白车衣。幸亏今天是星期日，上班的都不上班，要不然路上的肯定特别滑。儿子，你一会儿都变成白白的了，用不了5分钟，你头满头都是血了就。雪的。一会儿就变成，你就变成冰墩墩得了。啊？也行不吗？错，变成冰墩墩我还能值1000多。看看，冰墩墩变成冰墩墩还值1000多呀？那咱还是别变冻冰墩墩了。看这车上啊，全都是雪。哇塞，这雪还比较软的，还没冻上呢，正常。下的还挺厚实的，是吧？我们是11号回的北京，春节没在北京。这个辅食路上啊，有一个冬奥专用车道，我们这都不知道走哪了，只能走中间了。这边是冬奥车道，这边是公交车道。不过这个路真的是挺滑的啊，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太滑了。回北京之后呀，还没回家呢，不是跟我妈分开住吗？那个今天回我妈那儿，回家蹭饭去。看啊，现在这个雪越下越大了，我妈他们都已经吃上饭了，涮羊肉。我在这儿窗户这儿给大家拍拍这个雪，大家看看，现在可以称得上是鹅毛大雪了。我们这一路过来啊，路上太滑了，大家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开车要慢点，而且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啊。这雪大家能看清吧？太大了，冬奥期间下这么一场雪真的是太好了。哇塞，那好了，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，咱们下个视频见了。这鹅毛大雪还在继续。